凌云山上方三个仙灵宝箱，这个位置先找第一个仙灵，第二个在前面的树上，这个可以调查一下，调查好去追一下仙灵。清怪后共鸣，第三个仙灵在树上飞过去，等仙灵不动了，我们再飞过去。好了，珍贵的宝箱开一下，激活，换个弓箭上去，还可以得到一个宝箱。